觉得他的耳朵应该在哪里呀？一点筷子，看样子。你拿根筷子跟他嘴这个爪子上面抓着，他估计可以当树枝肉啊，吃啊，吃啊，老弟。哎，他背上还摸了他的摸了他的脊骨嘞，背脊骨很鲜明的。还有脊骨他。嗯，脊椎动物嘛。就是跟鸟类打那个针的话，一般都打它翅膀。看了一般有血管比较多一些。哎，刚才的照片上面有一个跟鸽子打针也是打的翅膀。嗯，吃。它病了吗？反正受伤了。哎呀，是它拉稀了，这个吐出来吃。这里面的肉全部被它吃了。你看这个翅膀这里。头挡住了。哎，这里有血吧？是的，估计可能是那边受伤的。要它的爪子好壮啊。嗯，是这里受伤了。嗯。痛不痛啊？被什么东西咬了的吧？这是。有可能。可能是掉下来摔到的，太小了，它是不是？你别抓着你的翅膀啊！因为它自己主动的要把头伸过去吃，看到没？嗯，吃吧，吃啊！给它灌一下，这边。像超瘦的都不是，新鲜的都是那。你没觉得它吃的时候咚咚咚直响的，嘴巴？它会。这边还有一坨，渣渣，你不这边有一坨，我想等它自己吞进去。渣渣，你我的录像，你怎么抓不住我的名字？